对不起啊，把你衣服弄脏了。不用了，给我一件新的就行了。啊？这段时间呢，辛苦你帮我照顾严苛，但是现在我回来了，你可以下线了。凭什么？偶像剧看过吗？我就是里面颜值逆天，后来居上的绝世女一号，跑龙套的，何必自讨苦吃呢？跑龙套？谁跑龙套了？哎呦！我送你，走吧，咱。那我送你回去呗。跟他走，别理他们，咱们走。跟我走。也是这么晚，你一个人回家不安全。没事，你也不行。我送你回学校吧。胳膊肘往外走，我们顺路走呗。真的吗？对，你一个人也不安全。谢谢大家好意。对啊，待会儿我。哎呀。严苛，我的脚好像崴了，你能不能送我回去啊？还有这种操作？可是我刚才才答应他。可是我真的走不了了。没事，你送他回去吧，我自己也可以回去。那我们走吧。那。你，走吧，小心点啊。哎，你准走啊？严苛，今天谢谢你送我回来。没事。我这次去美国啊，找到了非常适合我们的学校。什么？我都问清楚了，那个老师说，只要我们两个人一起去参加四手联弹的面试，我们就可以。等等，我觉得我们还是别再四手联弹了吧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是觉得无论是演出也好，还是面试也好，独奏对你来说应该都是更好的发展吧。可是我们……我就送你到这儿了，剩下的路我相信你可以的。严苛，那你还会帮我吗？像小时候一样。如果你真的需要的话，早点休息。